近期，随着习近平被两方公开信攻击，中共政治生态中有关核心问题在成外界热议焦点。胡锦涛主政十年未获得核心地位，习近平刚刚露出核心苗头，也遇到被要求下台阻击。分析认为，主要在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霸权使然。3月4日和3月28日，在互联网上先后两次出现攻击习近平的公开信。公开信的签名都是共产党员，引起外界对写信者身份的各种推测。外界观察发现，从2016年1月中共党内地方官员出现自发拥护习核心的说法，到2月份习近平高调视察中共三大媒体，最后到两方公开信搅局，有一条清晰的线路，就是挺习近平一方想把习数为新核心，而反习势力对此予以阻击。反习势力是谁？此前的江核心被认为是最大嫌疑，胡锦涛执政十年未获得核心称号，据称也是由于江核心的霸权使然。署名林玉峰的文章上个月披露了胡锦涛为何难享核心待遇的原因。文中说，邓小平为了把控好中共政局的走向，不仅亲自指定了江核心，还为江泽民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。然而，胡锦涛上台时，邓小平已然作古，江核心不仅不放手，反而还处处压住胡锦涛一头。江泽民不仅把持军委主席一直不放，即可是要对胡服上马送一程，而且在军队和政治局常委里安插自己的亲信人马，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变为九人，各司其职。结果胡锦涛被弄得空有总书记一职，却无法驾驭全局，搞到政令不出中南海，更不用提什么胡核心了。最后坊间笑谈，胡锦涛一介中共领导人，不过就是抱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，玩到最后散摊子。文章披露说，其实胡锦涛时期也有一些地方官、学者或企业家曾对胡锦涛冠以核心称号，但由于都不是出自中共最高层的手艺，皆不足以将胡送上核心的位置。文章举例说，2008年1月3日，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《南方日报》报道，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普在就职讲话中，先是把胡锦涛和江泽民同时列为核心，然后又单独强调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应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。作者认为，胡锦涛之所以不能成为继江泽民之后一个新的核心，除了江核心这个太上皇之外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在胡锦涛自己。这一点似乎也被胡锦涛认识到。最新一期《中明》杂志报道称，胡锦涛在最近一次老干部生活会上表示，自己退下后把一半时间做回顾总结，希望能把受挫折的经验教训留给新一代。他表示，自己在工作上对重大事件、人事方面的决策经常显得迟缓不决、软弱被动，导致不良后果在此后的工作中反映出来，如周永康、令计划和屈才厚的问题早在2008年已有举报。不过，外界观察发现，习主政后的执政风格明显与胡锦涛不同，不但大刀阔斧砍掉江泽民时期的诸多核心臂膀，就是最近的公开信事件也在针锋相对的在进行追查。有分析认为，习核心最终能否树立起来有待观察，但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派系间的斗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。